认识一下，我是纳米工程专业大三的。认识一下能干嘛？以后说不定可以谈谈恋爱。拜托，想做梦请一个人做，干嘛在学弟面前丢人现眼啊？君腾，我们走。大姐，干嘛拉我走啊？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么牵牵手，心脏就狂跳不止呢？哎，等等，聊两句再走吧。我们已经说到有话说了吗？放手。喂，聊两句又能怎么样？我还会吃了你不成啊？真是难缠。你以为我在担心我自己吗？我是在担心你啊。现在我手上可拿着家伙呢。